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八场2200米嘅短途赛事，二大热七起飞好多啊！好，你又开闸嘅时候，前面快噶嘛，好健康快添啊！外边位置有海翡翠、内兰啊、猫宝宝啊，出边华美之友、大我当、奋斗红心啊，第六位内兰仲后卫美金，中间开心有你，出边月影响尾五呀，尾四粉红眼罩一度啊，内兰尾三就英勇大师一路顶住二搭啊，有呢只咧就曾先生咧响尾二啊，缩咗落去包尾咧就嗰只晋明珍宝啊。好啦，咁啊过八百，前面带头系海翡翠，跟住第二位好健康阿猫宝宝，第三位、第四位华美之友啊，外边仲有奋斗红心。再內欄第六位幸運美金啊，中間藍衫咧就開心有你，出面係一度粉紅眼罩嘅，後面四隻有中間咧有一呢只曾先生啦，外邊係月影啦，尾二內欄英勇大師包尾仍然係晉明珍寶啊！好啦，入直路海翡翠帶住好健康入嚟，跟住第三位阿茂寶寶啦，再見到中間位置華美之友啦，外邊啊最出粉紅眼罩有一度衝上嚟，咁啊再見到馬林中間咧開心有你，後啲先有曾先生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海翡翠放嚟咗一个身位添啊！中间好健康同埋华美之友一齐追佢，外边位置仲有曾先生接近终点啦。华美之友中间入边海翡翠，出边系曾先生，中间夹住仲有只好健康啊！海翡翠临尾脚仔远，红衫华美之友出边，曾先生戴咗面箍仔咧，亦都杀咗上嚟啊！好接近嘅几匹马。非常之接近啦，咁啊最后尾场赛事结果第一名咧华美之友啊，五号中间蔡明少，咁啊第二名好近嘅出面曾先生啦，有机会第二啊，咁啊第三名咧海翡翠啊，第四名咧就系呢匹啦，好健康，咁啊七号啊，哇蔡明少替师傅告东嚟，咁啊打开金贵圣门啦，嗱结果呢匹马话咁啊最后阶段咧好冷噶，58倍啊匹华美之友啊，虽然唞咁耐，二三名仲影紧相嘅，二三四名啊。好啦，睇一睇个暂定名次吓，五号、六号、三号、七号嘅。那个尾场咧开出一个几惊喜嘅赛果啊！咁啊，第一名就系五号嘅华美之友，咁啊蔡明少，咁啊帮到阿师傅告东嚟赢出今季第一场头马，就唔係英勇大師喎，出兩匹啦，雖然啦馬房，嗰隻早段嘅際遇都幾唔好嘅，一陣睇翻場內影片見到阿偉達啦，都塞下塞下咁。埋門落飛就好健康咧，都接近喎，咁啊結果都跑翻第四啊。58倍 win。好啦，睇埋预计派彩啊！跑第一名啦，就五号嘅华美之友，独赢派581蚊，位置派160蚊。跑第二名啦，六号嘅曾先生，位置派24.5。跑第三名啊，三号嘅海翡翠，位置派80.5。跑第四名啦，就七号嘅好健康，连赢五搭六派2677.5。三重彩五号、六号、三号顺序派109936蚊，单 T 三号、五号、六号派11901蚊，位置 Q 五搭六派781.5，三搭五派1090蚊，三搭六派342.5。
三加一嘅预计派彩开出 A3， 其他冷门啊派30蚊。翻嚟福榜，临尾先至笑一笑啫喎，股东嚟啊，头先都比较严肃啲啊。好啦，咁啊，睇下第二名张相啊，出边系曾先生啊，咁啊，里边就海翡翠啦，好健康。第三名海翡翠。都放到最尾先，腳仔軟噶。好啦，咁啊，家庭觀眾啦，如果想睇翻尾場嘅賽果啦，正式賽果可以上熒光網呢個馬會網址噶。喺四連環嘅派彩啊，3號、5號、6號、7號派18,105蚊。四重彩啦，5号、6号、3号、7号顺序派568,800蚊。都系你咁样谂，其实好正常。华美之友，你惊唔惊咧？你睇今次出赛马嗰啲伤患纪录，佢最厚就系噶啦，佢都占咗四分一啦，啲篇幅差唔多。如果市集又褪咧，咪咯。英勇大师啊，市集好噶嘛，同埋又流鼻血。試咗幾次都唔合格，因為又內出血，咁你都驚㗎。所以好健康呢啲縮情喺沙田1400隻嘅馬都落到好多飛啊，20多倍落到去。10倍咋，後尾佢都擺咗前面啦，跑谷草1200，即係披醒慢啦。如果二班嚟講就頗慢啦，46健康擺得到前面都唔方快啦啩。慢過頭先嗰場，係咯，慢過第三班嗰場。今日就好似快地咁啊，其實應該啲時間偏快少少嘅。即係以海翡翠要放快啲係冇問題噶嘛。全盛期嘅海翡翠。咁依家132磅，佢都好難放到咁盡噶啦。留意下橙色三隻幸運美金啦，都其實又翻到嚟都唔係好望空得到。望空唔到啦嚇，咁同埋邊都好似打到少咗。好油啊咁。哇！尾嗰度差唔多抽住個終點噶。喂，呢啲又有機會爭下第四嘅喎。你睇下翻到嚟。小組都有關注到嘅。哦。咁即係騎師就解釋話，覺得咧即係前面啲馬好似有機會閃喎，驚山窄個位喎。咁但係小組又告知係史若峰啦，佢話即係喺華美之友斜跑，因而需收慢幸運美金之前，大約喺最後100米催測坐騎嘅力度咧，已經引起小組關注啦。我都關注啦，好彩小組都關注下啫。唔係你早啲涉前啲人，你咪排唔到嚟咯。我覺得咁嘅啫。第三名張相就是海翡翠啊！分段時間投掉23秒81，第二段22秒85，末段23秒17，總時間1分09秒83嘅。其實嗰個理由好唔充分嘅喎，你話驚前面馬閃，但係佢真係閃你先驚啊，都冇閃，嗰位一直都足夠嘅喎。佢驚嘅嘢咧係到終點先發生嘅，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唔成立啦。同埋如果以呢場馬嘅步速咧，幸運美金你起步好似都唔多集中喎，點解喺中間嚟嘅？應該大佬頭喎。當然我都會了解佢喺沙圈今日嘅情緒唔好，因為我好留意嘅馬，今季一早就操氣咗，上次初跑谷草，咁你又擔心佢得唔得？今次第二次跑我係好留意咁，但係喺沙圈嘅時候咧，只馬就喐得好多，即係佢情緒唔係好穩定，咁所以我都會俾多次機會佢嘅。可能沙田好啲，但係或者谷草定咗落嚟咧，都會好多未定。咁啊，今日又發揮得唔係咁好嘅啫，可以近好多嘅。你俾多次機會佢，佢都可能換然一身㗎啦，因為佢而家81分啊嘛。係。係咯。咁下次佢可能都唔係對住呢一批對手跑噶啦嘛？唔係會唔會唔減俾佢啊？你咁不過我就覺得佢嗰個解釋，即係你話接納，其實就非常牽強。我呢個解釋真係佢冇唔係接納，少咗告戒佢。告戒就正常。即係都有提佢咯，即係又係嗰啲啦。你其實情況許可，你要足夠力度嘅，即係好明顯睇到佢嗰度其實都唔係幾足夠力度啦。邊都冇乜落啦，去到嗰度齋手推啫。如果俾我出呢個賽後報告咧，即係。接近違反一個嚴重嘅以前薛漢賢最中意講嗰幾句啊，接即係再加重啲應該係。好啦，咁啊，見到今晚咧，即係如果騎師當中咧，咁啊都叫做表現最好，成為今晚騎師王嘅就係啊呢尾場都叫上到名啦，潘頓啦，3號騎師攞36分做今晚嘅騎師王嘅。佢其實第7場我封咗王㗎啦。
第二口孖啲咧就派182,507元，第二口孖啲派13,875元，三天派214,933元，三天安慰奖系收1,276元嘅，三宝派28,456元，安慰奖派384元，六环彩派6,956元啊。同保奖冇人中啦，有好多累积，有446,62,624元嘅多宝累积去9月27号嘅六环彩彩池。